大家介绍 All New Swift 的改款重点。在这一次我的简报之前呢，先谢谢大家在这个狂风暴雨的天气下前来参加我们这次发表会，谢谢大家。可能这个电脑跟现在我们一样，跟我一样紧张啊，它宕机了。真的大了。OK， 2004年呢推出第一款Swift， 这一款 Swift 呢作为 Suzuki 第一款首款的全球战略车，一上市呢就获得了全球的汽车评论家的好评，也赢得了在26个国家共获得了120个奖项，奠定了 Suzuki 在小车的地位。2010年的时候呢，推出了第二代的 Swift， 它不会动了。推出了第二代的 Swift， 那这一代 Swift 沿袭的轻量化和高刚性的车体与低油耗的表现，一台有乐趣的小车成为 Swift 的代名词，持续在全球畅销。2017年呢，第三代的 Swift 推出之后，外形演变得更加的动感，透过 Hybrid 系统及全新的 Hardtech 平台，实现了优异的驾驶性能和燃油效率。那这三代的 Swift 呢，都延续了乐趣与活泼的 DNA， 在台湾也有亮眼的销售成绩，其高品质在台湾的道路上现在都有很高的能见度。我相信在场的各位好朋友们都曾经拥有过或是现在为 Swift 的车主，先谢谢大家对 Swift 的热爱。全球累积销售共超过900万台，这时候是不是来点掌声，谢谢大家。第四代的 All New Swift 延续了三个世代的 Swift 的乐趣和活泼的 DNA， 接着紧凑型的车身，它加上先进和主动的安全配备，希望把日常的交通变成游戏，可以让消费者更享受在车内的时光。在外观上呢，只是在车头的部分添加了 Suzuki 家族式的蚌壳式引擎盖，融入在此次的设计中，搭配全新设计的 LED 头灯。以内径和光型 L 光棒足够而成，在照明时可以呈现更宽阔的外观，更与黑色康型烤漆前格栅造型相互的衬托。在车侧的部分，则使用了扩张的轮毂，还有悬浮式的车顶设计，添增一种轻盈感。16寸的铝圈以双色削切设计，在重量、强度及空气力学上达到了平衡，相较现行款更减少了 15% 的滚动阻力。在车尾部分呢，以上窄下宽的梯形形状呈现出稳定平衡的视觉效果。在吸柱经过了优化，减少空气阻力，更新增了侧面的小尾翼，提升了空气效率。尾灯呢，则是由内双吸到外双吸的设计，与车头灯相互呼应，以内径与光棒 LED 设计而成。在照明时更呈现出立体的外观。下保杆呢，则是以凹凸的线条降低空气阻力，创造出利落的车尾造型。车身尺码呢，则相较于前代，多了 15mm， 来到 3860mm。车宽和车高则是维持一样的，宽度及高度，更适合在台湾拥挤的道路前进。轴距呢 ，2450mm 以及 4.8 回转半径，维持了 Swift 一贯的轻巧灵活、容易驾驭的特性。此次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全新的 Candy Blue 这个颜色。大家都知道 Suzuki 的企业色是红色跟蓝色。红色呢比较容易在车身上呈现出光影的效果，这在其他的品牌也有成功案例，所以 Suzuki 呢决定挑战蓝色这个颜色，来挑战出 Suzuki 特有独特的技术。这个蓝色呢是透过三层的涂装，在底漆上之前先上层透明的漆，在底漆之后再有一层透明的漆漆，创造出如糖果般的深邃的色彩。一般呢在这个颜色呢我们只需要开发10个月，但 Suzuki 的匠人精神花了7年把这个颜色涂装起来，那希望各位给我们 Suzuki 的这些研究人员一个掌声。这个颜色需要做完美精密的涂装技术，所以这个颜色只有在日本国内生产。那此次呢，共带来6个颜色给台湾的消费者。Candy Red 搭上黑色的车顶，呈现运动的性能，
全新的 Cool Yellow 清爽的颜色搭上银灰色车顶，展现时尚的风格，并有四个单色 Candy Blue、Orange、白及银，丰富而多色的选择给台湾的消费者。在内装设计呢，此次则是运用了人机互动，一个 All New Swift 全新的内装设计，所有的面板与按键都巧妙的往驾驶者的方向倾斜八度，更方便驾驶者的使用。在门板和仪表台上呢，则配色则是以黑色和浅灰色搭配，并具有 3D 纹理的设计，涂装采用磨砂镀层，打造出富有运动感且高品质的外观。在座椅方面则使用了几何图形，呈现更具雕塑感的外观。在乘坐上呢，为有更好的支撑性，头枕的高度及厚度都增加了 10mm。 双前座呢更加有两个加热的装置。在此次呢，车载主机的部分也得到卓越的提升，从原本的7寸升级到9寸的悬浮式萤幕，并配备了与车辆联动的功能，支援无线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而且在主机的萤幕上也可以使用繁体中文来显示车辆的行驶状态、油耗及警告等其他讯息。在仪表板呢，则运用了转速表、时速表和中央的液晶显示幕，以统一的设计创造出类全数位仪表板的视觉感。如果呢，我们是使用 Android Auto 的情况下，搭配上Google Map， 会将这个导航的资讯呈现在这个中间的液晶萤幕上，方便驾驶者呢更快的直觉式的操作。恒温空调呢，则配有拨片的开关，方便驾驶在行驶中更直觉的操作。下方还拥有三个 USB 孔 ，Type A、Type C 3.0， 方便驾驶与乘客在车上替手机补充能源。大家都知道台湾人很喜欢喝手摇饮嘛，所以呢 ，Swift 呢配备有七个独立的饮料架，在座位上呢不会为了要放饮料而吵架。每个手套箱呢也提升到了 6.2 公升，拥有更大的置物空间。行李箱空间呢，尾门开口相较于前代低了 11mm， 尾门内壁收缩了 15mm， 创造出更容易上下行李及更大的收纳空间。透过后座的六四分离，行李箱空间可由265公升变化到最大的579公升。在动力的部分呢，是本次进化的一大重点，从原本的四缸引擎更换为三缸的自然进气，透过减少缸数、降低摩擦的损失，实现了低燃油的消耗，更小的引擎本体，但依然维持着相同的排气量。透过增加气缸的冲程与更高的压缩比，带来更丰沛的扭力，相较于前代增加了3牛顿米，更适合市区停停走走的这个环境。在油耗呢，更是从每公升 22.3 公里的表现提升了 10%， 精进到每公升 24.5 公里。为了因应这次三缸引擎的先天性抖动，在引擎周边的引擎角呢，也新增了三块的质量阻尼器，用来吸收多余的余震，增加了舒适性。全新的变速箱呢，配合换挡拨片，可提供模拟的七速。另外呢，在低档怠速的时候，行星齿轮会脱离接合，以减少磨损并优化怠速时的平稳性。简单说，我们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刹车踩久一点，它就会跳成 N 档，那避免那个引擎的震动传到了车室空间。本次呢，也搭载了 SHVS 智能混合动力系统。这颗爱驱马达可以在怠速熄火时平顺且安静的再启动引擎，并且在车辆起步时会提供30秒的动力辅助，来减少燃油的消耗。在刹车减速时，则会利用动能来回充车上的电池。All New Swift 也配备了 Hardtech 底盘，在悬吊的部分呢，增加全悬吊防倾感及 Lea Cham 直径，并且在安装点上添加了铁氟龙片来提升防倾感的反应，在过弯时会减少侧倾，提高了转向的能力。此次呢，在 NBH 的车辆工程上呢，透过强化密封地毯加厚、结构性的粘着剂及全新研发的底盘阻尼胶，减少来自引擎及道路的震动及噪音，提升行驶中的宁静。安全的从 A 点到 B 点间的移动，一直是 Swift 造车的理念，所以本次 All New Swift 带来了八项全新的主动安全配备。在 DSDS 上面呢，更进化到 2.0， 成为 DSDS 2、透过了毫米雷达波及单眼摄影机，可以侦测到前方的车辆、是机车、自行车及行人。在摄影机的镜头前呢，还配备有加热线，避免雾气的产生。那此次呢，也透过了这个我们的毫米雷达波，从90度
提升到了109度，单眼摄影机从37度提升到112度，更大的侦测范围，提高了更高的安全性。DSDS2 呢，与 DSDS 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可以应对到更多的路口状况，即使是行人的穿越、交叉路口的车辆穿越之类的，都可以透过 DSDS2 来感知。即使在夜晚，也可以侦测到前方的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我相信呢，大家很在意这个这次的 ACC 主动车距巡航，这次提供了全速域的主 ACC， 透过毫米雷达波及单眼摄影机来测量前车和前车的车距，来减少长途驾驶感的疲劳。这次呢，进化后的 ACC 启动也更加的简便，一键式的启动呢，并连接到方向灯的操作，可以配合变换车道的加减速，带来更高的便利性。那这次的车道维持辅助呢 ，LKA 也是一个全速域的 LKA。在 ACC 被启动时 ，LKA 可以帮助驾驶者保持车辆在车道中心的位置。如果 LKA 感知到车辆附近有邻近的，例如纽泽西护栏，然后其他的车体离你太近的时候，它会提供转向的辅助来帮助并保持安全距离。那除了主动安全外呢，在被动安全上也提供了行人事故减轻的车身设计，还有6具 SRS 的辅助气囊，以及 Suzuki 独家的 Tech 防护技术。以上这次是 Suzuki， 这次 Suzuki 带来 All New Swift 的改款重点，谢谢大家。谢谢，再次的非常感谢远红任特稿为我们带来如此详细的说明，看到许多呢 All New Swift 都有这个亮点的部分，非常非常的诱人。那在正式的为各位呢一起来揭晓今天的主角之前，我相信大家也都更加的期待，而究竟我们 All New Swift它的外形特色以及便利性又是如何呢？在这里呢，我们要邀请大家先来欣赏一段全新未曝光的广告影片。All Unique Suzuki。刚好而已，城市经典新风范 ，All New Sweet， All Unique Suzuki。是不是可以先来一些掌声呢？相信呢，都会在透过我们最新的广告片段当中呢，也充分的感受到 All New Swift 它的崭新风貌哦。那么在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时刻了，接着就要带各位一起来感受全新 All New Swift 的独特魅力。Thank you.
very special, yes. We had lots of fight before I saw the salt and dress. Making such a solid serving is sparking her grace. Can I tell me everything was gone for her? No, it's not right, out of line. How can we not feel jealous while being around? It's not just gonna rise, you cannot forgive me for that. Completely denied, and people cheated aside myself. No matter what lie, I wanna know what you want.有没有觉得是绝配呢？有了 Avantgarde 的加持呢，相信接下来我们 All New Sweep 上市一定会大卖，好不好？但是呢，我们在欣赏完如此精彩的接车仪式之后，各位现在心中最好奇、最想知道的，我相信呢，就是车款售价的部分哦。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再一次的欢迎长谷川进董事长一起上台，为各位公布本次 All New Sweep 它的车款售价以及销售目标是如何呢？接着，请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台湾 Suzuki 长谷川进董事长。还在搞投机炒作，炒股都当我的来打西吗？相信了在场的各位哦，看完这么精彩的演出之后，都非常非常好奇，也很期待。董事长，请问我们这次 All New Sweep 它的车款售价是多少的？販売価格の公表お願いします。販売価格は73万元です。73万元，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哇，我看到了。本月入主还会多赠送的我们 Suzuki 原厂的无线充电的装置，你们说 Suzuki 是不是太棒了？掌声响起好不好？可以说是呢，这么理想的价格再搭配呢优惠好康满满哦。但是呢，我相信台湾 Suzuki 心中应该有一个销售目标吧？来，请问董事长，请问我们本次年度的销售目标会是多少呢？販売目標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販売目標は2000台です。是多少？2000台。掌声鼓励鼓励。看到呢如此迷人的规格，这么这么漂亮的一个价格，大家说有没有机会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呢？太小声，再一次好，一起加油。相信台湾 Suzuki 的话一定能够达成目标，让我们呢透过 All New Sweep 再创高峰，再创佳绩好吗？再次的谢谢董事长为我们带来这么棒的一个消息。